老爸，这个月透支了2万，你能帮我还下信用卡吗？你不是有工作吗？干嘛还要我帮你还钱？就我那点工资，也就是饿不死罢了。那我怎么听说你们公司那小刘每一个月能赚好几万？你怎么和人家差那么多？那是人业务跑得勤，客户找得多，提成高。那你怎么不出去跑业务呢？现在外面雾霾那么大，天那么冷，我又不傻，干嘛要出去折腾？即便是出去，累死累活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客户。再说了，跑下业务赚了钱也是老板拿大头，我才不去呢。不想给老板赚钱，那你有本事去创业当老板呢？创业风险太大，折腾完了要是赔得倾家荡产，那实在是太亏了，我才不去呢。上班努力怕累，创业奋斗怕风险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折腾怎么可能有未来呢？成吉思汗要是不折腾，那就是个放牛娃。毛主席要是不折腾，那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师范生。马云要是不折腾，那不过是个英语老师，本身都是普通人。折腾对了就成功了，成了有钱人；折腾错了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如果不折腾，那你一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你明不明白？那不是还有老爸您吗？一个废物，爹妈给你的叫背景，自己打的才叫江山，知道吗？这么大个人了，除了混吃等死靠老爸，你说你还有什么本事？我王者荣耀是最强王者。我靠，还想着打游戏？废物，废物，废物啊！不交友，不创业，不奋斗，不去接受新鲜的事物，不过没试过的生活，不为理想目标闯一闯，却整天坐在办公室，挂着 QQ， 看着微信，逛着淘宝，玩着网游，拿着包月的工资，日复一日的做着重复的事情，干着80岁老人都能做的事，难道你的青春被狗吃了吗？你生命的激情去哪儿了？禀丞相，去年做过生意失败了，我感觉老天对我不公平。谁没有失败过？谁的人生敢说一帆风顺？你看王健林创业3年被告200多次，刘强东34岁一夜白了头，马云30岁搞翻译社生意惨淡，靠卖袜子补贴家用，宗庆后42岁蹬3轮车走街串巷卖冰棍。失败并不丢人，丢人的是一辈子没有胆量去尝试，还整天唧唧歪歪抱怨老天对你不公平。年轻人醒醒吧，此时不搏何时搏，行动起来，为了你美好的生活闯一闯吧。很多人都会说，等你成功了我就跟你干，但是你可知道，当我成功了，你跟我的距离已经很遥远了，知道吗？雪中送炭的时候你在看，抱团取暖的时候你在躲，同舟共济的时候你不出力，锦上添花的时候我他妈不缺人，当我需要你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时候，你他妈在哪里呀？所以说，悲哀的人总是用自己的时间来见证别人的成功，可怜的人自己不敢大胆去尝试去奋斗，却还嘲笑那些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人，活该。活着最大的悲哀不是跌倒，不是失败，而是你一辈子都不敢为你的梦想跨出那一步，你注定了永远都是一个 loser。 不要去小看任何人，尤其是为梦想玩命奋斗的人。今天你看不起的人，也许就是明天你惹不起的神。这段视频送给所有为梦想奋斗的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波哥，双击关注波哥励志，人生不迷路，加油。
上带着杜鹃花，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，嘴儿轻轻唱也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嘴儿轻轻唱也不说话，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，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，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，水的船歌唱得声悠悠，水乡温柔来到天亮的秋。船歌唱得声悠悠，谁家姑娘水向翻扁舟，谁的梦中他呀不说话，谁的他呀何处是我，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，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。上戴着杜鹃花，
呀，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，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，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，嘴儿轻轻唱也不说话，呀，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嘴儿轻轻唱也不说话，呀，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，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呀，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，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呀，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，水的船歌唱得声悠悠，水乡温柔来到天亮的秋。船歌唱得声悠悠，谁家姑娘水向翻扁舟，谁的梦中她呀不说话，谁的她呀何处是我，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，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，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，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。